元帅还是不肯归顺吗？在忍一时三刻，怕是就要化为奴形。<笑>好妹妹，里面凉快得很呐，就等你进来与我一起双修了。元帅说笑，你若放下执念，我自然会选师傅放了呀。到时便可同修大道。哎，我可叫做不知，看来那老贼得了师兄的玩意儿，果然功力大涨。 连你这冬天小官都被训得活不成。不过听这动静，天命人已赢了打下的金钩。好妹妹，估着这金疙瘩要等不到你师傅来开喽。这金铙是祖师爷的法宝，小小天命，如何破得了？ 下面是他，什么舍不得归不归的？刚刚闻到一股骚味，这味道好生亲切，忍不住敲锣迎接。师父吸你父亲，饶你，让你在浮屠塔底清修，既不识相，小西天的极乐之境，看谁。 只要放下攻心，便能参与药，试试又有何妨？寒雷，震人为雷。
果没说错，猴子最是冥顽，倒也无妨。这金牢，休想打开！阿棉花使人呢，拖拖拉拉的，老朱我在里面都快咽硬了。让开，让开！我呸！人不人鬼不鬼的婆娘，不想想当年在天上，我岂是拿正眼看的？哼，又是这模样，毛脸毛眼，尖嘴缩腮，全长着命大。又是个哑巴，算了算了，正事要紧。这只老龟，我倒有几分交情。这黄眉老怪不同别个妖王，花果山那只老猢狲特地没我来处理，生怕你中了他的算计。他和我说，只要凑齐六根，便能救活大师兄。哼，我且信他一回。我先去叙叙旧，你四处查看一番。